泳儿呢日喺九展举行演唱会，呢日仲系泳儿嘅37岁生日，粉丝就大合唱生日歌同佢庆祝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其实生日开 show 啊，都几着数嘅，即系。得到好多好多人的祝福啦，咁所以啊，我都好开心嘅，系啊。咁泳儿又谂住点样同男友庆祝生日呢？唉，其实点庆祝就冇谂啊，因为咧我自己到琴日咧，我都仍然系忘记咗自己生日，直至到有啲朋友突然间突击我喺间房度，因为我已经即系要顾住演唱会，其实都有啲压力噶啦，咁同埋自己气管都有少少条气唔系好顺咧，咁有啲压力嘅，咁点庆祝未谂，但系我谂都会去放个假先咯，系啊。这次泳儿请来关智斌和方力申做嘉宾，关智斌就送了亲手砌的小型红馆给泳儿做生日礼物。这个是每个香港歌手都很梦的产品，红馆啊，是啊。咁你唔使知我啦，我而家送一个小小红馆俾你，咁啊等你迟啲再上去嘅时候，都送个大嘅俾你。好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好。头先佢哋留到咁夜啦，我都心谂死啦，点样去报答佢哋好咧？食饭呢下已经太细埃啦，我谂俾我谂下先，俾我谂下先。系，如果系有啲咩需要嘅话，大家话俾我知，我可以点报答佢？系。